脸啊，支持提早毁损。可能情绪不好，就去旁边发泄一下。他怎么发泄到公屋上面去了？台中地方法院有民众破坏公屋之情势，黄姓女子徒手破坏，台中地方法院所设一支自动报告机，造成该机器毁损不堪使用。因黄女现场情绪较为激动，本分局依警察职权行使法将其带返勤务处所管束。